小气讲了好。在一间办公室内底呢，啊，这个办公室哈，为着要准备一个晚会哈，大家无闲气差啦，哦，啊，状况问题一大堆啦，啊，刷来吼，会发生什么代志吼？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喂，拍摄拍摄，我是办迄个晚会的迄个房诶房诶啊吼，我甲你讲哦，阿阮临时哦，搁要爱一个车位啊，够有法度啊？啊，什么声音？啊是安尼啦，我咧办晚会哦，啊要办迄个结尾啊啦，吼，拜托诶，紧甲我处理一下吼，吼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哎，啊对啦，李小姐，李小姐。我之前甲你讲过哦，啊，迄啰唱片公司吼有讲，迄办咧晚会时阵要唱歌哦，啊，你内底迄歌拢有合约啦，啊，若乌白唱哦，可能知影哦会罚钱啦。等等等，哦哦，啥物？哦，我讲吼，啊，我这歌单吼提予你的时阵，啊，叫你去查一下，去问一下，啊，即摆问你安怎？哦，啥物啊？你讲啥物？我讲吼，办晚会啊，歌单爱去问唱片公司啊，无好会红歌爱赔钱。对啊。安尼你敢知影？啊，那你即摆无处理好，啊赔钱算你的哦。算我的？为什么？我无啊，我袂袂，我摕着好好的啊。我你无摕好啊，我唔知。啊，所以你即摆无进度，无进度，那是你的代志，又唔是我的。无进度，无进度，无进度，无进度啦，无进度。我来讲啦，你也赶紧去办这代志，无进度，我来讲时间吼，方法子，你得家己处理。为什么？你代志唔错诶。就无用诶，我拍摄，出来啦，水果牛啊，不，这张，我今晚需要刀啊啦，啊，这个刀啊，家己照一下。好不好？你讲你讲，你当上好，来招我呐，好不好？对，我靠，需要刀啊！就刀啊啦！嘿，啊，你的手机啊，来，招我一个啊！嘿，哎，你，这伤重啊！等下，你两个要帮我倒三缸一个，我们去会场遐要刮一下。好，我两个过来，你倒三缸哦。对啊。做伙，你。好啦，你我跟你来了，啊，你又不是当小我做什么代志呀？神经病！卖弄到我啦！我袂弄到我。卖弄啊！反正你也小可无爱去做事。卖弄我。你只多爱。要啥啦？你找啥物啊？你的刀啊咧？我刀啊吼，啊刀啊有人哦，啊照你来讲要借去啥物啥物，唔知去创啥，啊就搬走伊啊。一间办公室连一只刀也无，是变哪办公啊？你咪小啊！上只刀啊来哈！上只刀啊哈！水拖入来，水拖入来好，来水拖入来。哎，你先要讲啥？你应该讲者嘛。
哦，师师傅的意思是吼，是跟你讲啦吼，你解释一下师兄。你讲讲你负债啦，负债，负债啦，负债啦，哎哎，赶紧去处理去银行处理这代志啦。是啦，应该是安尼，是不是安尼？伊这早起来工商，我听有尔啦，伊根本就伫遐咧看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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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什么叫，伊就无咧做工课咧，主要是讲哦，公司大大细项代志，当伊就我看伊是刚刚咪啊上班来，卡就落个，一路坐咧遐，就咧看手机，看手机啊。啊，你即款咧，你讲早起啦吼，我甲你。看你这种话叫做什么名字？听听上少，你这查囡仔看惯无看过，我青米的食鱼啊，第二不熟，吃了。都要放下来，所以拖着吧。来了，不要串你啊！好来，等下啊！你两个穿安尼咧变瘦啦，吼！你当红看到我有当牛咩？对，你迄西装两三百万，你卖咧啦？等下，你什么时间来的啊？我拢无看到你耶！啊，你来的，那也袂使。甲我讲一下啊！哦，你看看，你怎安尼讲的？你就这憨的，我帮你擦擦的吼。哦，啊你。口水嘛流下来啊！口水哦，口水哦，当然。一口气会倒来。哦，你再快做一个代志啦，好伊坐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伊是一个公司的下人啦。啊，我公司要重要的大大小小的代志，拢是我负责的啦。懂？我甲你讲。伊拄要讲话，啥人在甲翻译者？师傅意思啊，师兄你来翻译一下。哦，头家，伊都甲你讲，你银行负责啦，赶紧去处理。你拢听无？伊都个意思是讲，伊拢公司，但是拢伊大些，拢伊在做诶。哦。我唔是看阿无啦，你看咧规日咧，大概来上班，你就是手机啊个咧，啊，就是咧看下购物袂得准。大边人咧做代志，你也袂做工课。我为着对一边回归，讲卖甲卡掉，你袂记啊？我当时咧，你无看到，我当时就放在你隔壁，听好无？我袂看到你啊！伊这查囡仔，看悬无看低，我痴迷放粉鸟，拄只这个情形，这个查囡仔看悬无看低，有两句俗语，咱都也听到，第一句叫做痴迷食鱼啊。嗯，我相信这句大拢知意思啦，吼。第二句叫做痴迷放粉鸟。意思要接近啊，要接近哦。所以拄只迄款情形，所以查某囡仔都无咧做代志啊，啊，看着当下来啊，都啊那，善行第一句，痴迷食烟，也就无半票。食烟啊！我叫阿，过来，恁三个较乖者，阿个志愿贵宾，咱讲一个，恁三个讲一个，是啊，那是又痴迷食烟啊。痴迷嘛，痴迷就是。目睭唔好，大家拢知。对，目睭唔好，啊，不过会使食到营养。嗯哼。哦，那就代表伊心内底就聪明。对。内底就聪明。对。你解释下。伊讲吼，迄青梅啊，食鱼啊吼，啊内底会着伤。有内伤啊。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唔知伊咧讲啥物啦。代表伊内底就清楚，他的从走过来嘛，迄就是心内有数啦，心内有数啦。对，大家拢知嘛，迄边去上有得痴迷放粉鸟。其实吼，痴迷食伊也知影是心内有数，啊，我唔知想到痴迷要放粉鸟，所以我是改去边啊。痴迷，我是感觉痴迷，你都看无啊？对啊，啊你搁去放粉鸟？嘿，等，开假搞，假搞，派放粉鸟是希望伊个会再转来哦。我是不知啊，我是放粉鸟应该是知影要放去倒位，啊伊个会转来。无啦，就是放粉鸟，痴迷就是乌白放啊。啊，介不过这有啥物关系？好，伊无关系啦，阮金温的尔。哦，你有恁个啦，对，老师，正确的个答案。头先讲到青梅吼，咱台湾俗语有一句讲叫青梅精一高龄，这个是讲青梅的人吼，伊做代较精工，对，哦，啊那一高龄吼做代是较灵卡，所以有时天王伯啊，其实嘛算一种另外的安排啦。你看无，不过我哩做代是较精工，你不要讲话，我哩做代较灵卡，所以天王伯拢安排好势好势。所以第一句吼，青梅食鱼啊，
伊虽然看无，毋过伊食几粒，头碰骨讲到，迄心内有数，所以对人啥物表现，其实伊拢看在眼内，拢清清楚楚，卖搞我骗。啊，另外是讲青梅放粉鸟，因为这有时吼，伊看无，你要甲考倒转来歹考，所以有时吼，人讲吼，就亲像。打山填海无采工，火烧孤寮就全无望。所以有时啊，青梅半分鸟是怎？有气，无气无回。所以当诶对李小姐诶表现，伊拢看在眼内，所以看清清楚楚。所以应该是青梅食鱼啊，心内有数。对啦，你伫咧表演，好白啦。你无简单诶。对啊，我徛无，啊毋过我。会使意思哦，所以你现在是听无的，听有，就是听的，不是足清楚的，看有啦，看有啦，听有，但是不是足了解啦，跳啦跳啦，来，破声拢我语好不好？